有一个少年人说凤城话是头牌，可人家前天起来他能句句都说你个好，即便不好他也能摁着这个好字出来。正因为如此啊，他经常弄得人家是啼笑皆非。有一回他在茶馆头吃茶，旁边住了一位年纪大的，看这个样子啊不是个一边的人，他就笑嘻嘻的跟人家谝谝起来了。哎，老弟，今年考试多大了？小鸟，老师吃了啊。好，这么大年纪精神又好，看上去一点不像67，只像51。请问老弟有几位岁？我28岁了年子，养了一狗。好，不怕说，这有好。没看狗把狗，将来一定出人头地，光宗耀祖。我30岁了年子，又养了一狗。好，一狗不如两狗好，弟兄两狗成双配对，将来一文一武，一龙一虎，你老人家有的福享了。做梦哦！我个20才养下来，大日就得个结冰死他了。好，两个不如一个好，将来弟兄们分起家去了，不是大就是闹，吵得你老人家不得眼宁。二少爷一定不错吧？不要天了，这个二小虎他肚子飘摇，头去扒拉，全花色个。好，宁养白子不养呆子，白子回头紧不昏，将来反而有出息。他有出息呢，他出了个纰漏，被抓起来了。好，公家教育胜于家庭教育，将来可以变成一个好人。变不了啦，他最大恶极，他已经被枪毙他了。好，既然不下火，还是做的吃的好，免得在世上害旁人，又叫你老人家操心劳神。你要晓得，我们老夫妻两个年纪都大了，儿子都死光了，两个我们再一口气不来，家里边一个人都没有了。好，到了时候就干干净净，无牵无挂，一了不清，死的拉倒。俩说话，我家里边人都死光了，你还喊好呢？